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任务了。挑战集齐三个空投才能用物资吃鸡，这不就相当于空手抢三个空投吗？哦耶！问题不大，这个我很在行的呀。瞧瞧，落地就开张，是个好兆头。很显然，这个车是没法集齐空投的，还是得找祭祀吧。兄弟，你光打不行呀，你得配合走位呀。哎呀，空投落地之前能搞到几个人机也算不错了，可别问我为啥不找信号枪啊，这东西不属于咱们飞球的范畴。呵，祭祀八出现了，虽然上面还有别的乘客，但是他也够坐呀。兄弟，这都不下车，哎呀，那就算了吧，看来我这张旧车票是坐不上你的破车了。几个意思呀，这是还导新型社交行为吗？他也不打我，难道也是个美枪的吗？那我掐着空投落地的点儿来的，新鲜的不得了呢。好家伙，一出手就是 AMR， 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好，我都有点后悔没去找信号枪了。咱们得找个远点的地方再撞车，万一这附近有蹲空投的小伙呢，咱也不知道蹲的是空投还是我，就怪害怕的呢。好了，这个位置差不多了，把盔甲子弹什么的全放进来，就能好好想想第二个空投会有啥了。落的位置都挺好的，感觉没杀人。我去，还是 AMR 呀！我的天哪！我现在可太后悔没找信号枪了，今天的运气十年难遇了，属于是。家人们，满载 AMR 的车你们见过吗？满载三级撞的车你们见过吗？我这个车就是本场身价最高的车呀！又膨胀了。特斯拉算什么？玛莎拉蒂算什么？只有好看，它不实用呀！不实用呀！徒有其表，表里不一嘛。我这个车就不一样了，你看它的样子平平无奇，色彩暗淡无光，里头装的全是精华，一枪一个小倒霉蛋呀。好了，收拾一下心情，拿到这个空投我就能解除封印了。拜托，给把 M73 我就省得找子弹了。还是没空呀。不错，很实用嘛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呀，两把 AMR 都用不完呢，拿着喷子闯天下。兄弟，这是有鸿鹄之志啊。哎呀，也别光用喷子了，我这车里有 AMR 2把，这样啊，你叫队友过来，我分你们一把嘛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后期切割啊。哎呀，今天的手法有点拉，子弹用完了也没搞到几个人。第四个空投捡了把 MG3， 今天的物资也算圆满了。这个枪林弹雨的袭击没人能顶得住，收拾最后两个人那也是不在话下呀。集齐三个空投才能有物资吃鸡，挑战成功啦！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一键三连哦！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啦！